产型下盘，长越大越好生。医师，我真的很想请教，这个大屁股跟生小孩真的有关系吗？来，始作俑者，对呀、啊。第一个，定型结构的确骨盆比较大，或者骨盆形状比较好。有时候不是只有大而已哦，你要知道买房子豪宅很大，但是格局不好也没有用。豪宅没有用，哇塞，奇怪，那就钱我怎么地保？我连地保都没有。今天晚间八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